支持姚文智，关护台北市。高声呼喊口号，包括台湾社、北社等多个本土社团集结召开记者会，全力支持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。问对不起，姚文智，在座各位80%当初时就是挺柯文哲，因为阮认为讲每一次伊来到遮跟阮开会时阵，伊的政治意识是跟阮同款的。想袂到三年后，伊的白色已经是操弄蓝绿二斗。他把台北市变成了全力是台北，这是我们很不能接受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力挺姚文智他当市长的原因。字字句句炮打现任市长柯文哲，姚文哲获得本土社团相挺，但面对最近强打的双北捷运月票零元，北市府也端出数据来反击，直言以姚文智的理论换算下来，市民得每个月花25.6万才能换到1280元的车票。姚文智不甘示弱，直接反击：羊毛出在狗身上。猪买单，把它落实在台北市政，啊，该怎么做的时候，面对的却是鸡同鸭讲。直言和市府局处无法沟通，姚文智极力替自己辩驳，认为发卡数量高达6000万张的悠游卡回馈利率不应该低于信用卡，要由他来改变现况。悠游卡争议三枪引发口水战，宣战当前捍卫自己的政策不遗余力。欢迎收看《新闻节》李佳桦特别报道。